晚上，人气男演员李胜基结束日本行程，经由金浦国际机场返回首尔。当天，李胜基身着白色 T 恤，搭配黑色休闲裤，外搭黑色皮衣，口罩遮面，现身机场，低调又不失帅气。走出机场之前，有粉丝送上信件，李胜基也回头接过，并鞠躬向粉丝表示感谢，礼貌满分。据悉，李胜基还将于7月7日赴新加坡举办粉丝见面会。搜狐视频，韩流第一线，韩国报道。